的爸爸因病先逝于2024年7月23日。感谢在家父生命中出现的家人与朋友们，因为你们与父亲在他生命中的陪伴互动，让家父这一生过得如此精彩圆满的落幕。再次由衷感谢你们前来参加父亲告别式，来送别他老人家走完这人生的最后一程。爸爸，您这一生如大树般庇荫着儿女，让我们能在您爱的羽翼中幸福成长。您用一辈子的言行教导启迪着我们，感谢老天爷赐给我们这么好的父母，感谢你们所给予我们的一切一切。子女们也绝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，兄弟姐妹一定互相照顾，彼此关怀。我们会将你们隽永的爱传承下去，您和妈妈放心的手牵手云游四海。爸爸，我爱你，我们永远永远爱你们。